嗱，見到咧，嗱，超市上邊咧嗰啲產品咧，見到就好笑啦。嗱，咁咧今日咧情況就咁樣，啱啱去完超市，見到咁多過年用品、過年產品，你知啦，年近歲晚啦，好多朋友要買嘢過年啊，送禮俾朋友啊，加上一封城下咧，好多朋友可能咧探唔到朋友啦，咁啊去唔到聚會啦，咪買啲小禮物送俾朋友啦。嗱，小心啊！市场上好多环超市咧，啲山寨品咧充斥到得人惊，成个山咁啊！见到个片头啦，啲维他奶港即系香港名牌，竟然有维他嫂、维他妹、维他爸啊，乜维他妈、维他姐，离晒谱嘅嗱。尤其是中意买日本嘢嘅朋友，好似我咁啦，哇！龙角散呢个日本嘅喉糖，竟然有龙之散，你见唔见到啊？龙之散同龙角散竟然系差到99%啊，系个字唔同啫，商标差埋你啊，吹到你唔吹到你涨晒。见到咧，我片头嗰啲就系咩？中国出品、中国包装、中国材料，不过就用咗间澳门公司。嗱，见到啊，澳门公司抄洗日本包装啊、英国包装啊、香港名牌熊仔扣诶咩 cookie 饼包装。为乜嘢啊？咁劲嘅话，呢啲厂应该系自己研发、自己去创造一个品牌，全部都系抄嘅。咁你话啦，如果你买咗啲嘢俾朋友，就真系如果送俾嗰啲朋友识货嘅话咧，真系喊都无谓，自己又冇面，又令到自己咧个品味咧同埋自己嗰个心咧冇咗个意义啊。不过好易认，好易分辨嘅啫。中国产品呢，如果要抄外国嗰啲呢，一样系抄唔到，就系啲中文解说啦，全部都系简体字嘅。见到啦，嗱呢啲呢呃唔到人嘅。一见到简体字呢就可以放返低嘅。咁咪 anyway, 今日少少分享。嗱，记住啊，年近岁晚买嘢送俾朋友过年，送俾朋友一小心意呢，小心买嘢，唔好买咗啲烟嘅山寨产品送俾朋友咁啊。冇意思啊，嘥咗一分心意啊。Anyway，subscribe 频道，小小分享。Anyway， 新年嚟噶，小心买嘢啦，小心俾啲咩无良嘅出品公司咧蒙蔽住。嗱，超市冇办法，佢哋买嘢咧，有时咧百货啱百客，乜嘢货入嚟就唔关超市事嘅。不过咧，问题就系话啲工厂啊、生产商咧为乜嘢啊？咁劲嘅话就出啲自己品牌，自己设计，自己研发，就唔好抄人哋啲嘢。OK， 拜。